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啊？哦，嗯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发一下那个。没走啊，嗯。嗯，哈哈哈哈，你在吗？哈哈，哈哈，哥哥，哈哈哈，你在不在？哈哈。我给大家看个超级好看的，嗯，我给大家看看超好看的，你看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的，是不是超级好看？还有雪，这个雪超厚，哎呦，耶！你看这个雪超级好看。贴起来好深下去，你看看这边，这边后面。这是公园，不是保护区。这是公园呢，这是公园。嗯。我拿手机开播是想给我的手取暖的，因为手，你看这个天是不是很好感觉这个风景越来越冷不？啊，冷不？好冷，我开着直播呢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正常跟我说话就可以。哎，你看。谢红枫的爱心戒指，哈哈，帮我分享一下，哥哥。因为我是那个就一个手机嘛，好好看，贼好看，给大家看哥看。开播了吗？开了。那你不开个镜吗？让他们进一下，谁？拍到你是谁。给大家看看派大星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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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报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长这样啊，长这样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在拍照。摄影师拍大星，我们是来拍摄的。发给我，哪一个？啊，好冷。你们的回程路真远啊。远，就是往回走，然后看啊，看下分一次享过来失再败。拍。骑摩托和骑马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姐姐，我们还有一个光小头姐哥姐，专业工具人，大光头，专业摄影师有点李明镐的感觉啊，可以啊，好吧，你看确实啊，确实，你看可以跟他们聊天的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摄影大哥师们好，大哥有们点好，李明镐的感觉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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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摄影师刷点。给摄影师来一个那个吧，粉丝灯牌吧，好吗？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
我的手机已经完全不发烫了。哦，还有吸水，还有吸水，给大家看看。真不敢下去，我操！不是，你看，那就。还是说他站在这儿叫你开大点、嗯？哦，你跳下去了。啊啊啊！好冷，好冷。没有关火吧？没有啊，干嘛？在新疆，新疆，好冷，我的手要断了，我的手感觉要断了。鸽子哥在吗？嗯，鸽子哥没在吧？怎么了？你找他？我等他 vivo 五十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你能在群里面艾特一下鸽子哥吗？他说，大光头说，就说大光头说 v 大光头五十，他踹我一脚。我去那个群里面找一下他。嗯。叫什么？他叫什么鸽子？车，来来，注意车。嗯嗯。老师。来，看我。好冷，我的手，我的手。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哎。我的手断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我的手用不了了，感觉麻了已经。我走。好冷。鸽子哥来了，光头哥。他踹一脚吗？我随时等。你跟他，跟嗯。摄影师加五十。太大心踹的话，再加五十。太大心踹加五十，要你打钱。手已经。在这里，在那个公园里面。想不想看光头的光头哥的背影？可以看光头哥的背影啊。你、光头哥，我出500，踢半小时，快，快点，一大光头50，500，快点，可以。啊，哇，好冷，开始出太阳了，好冷，好冷，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是到下午了，晚上了，太阳，雪融了，哦，雪融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我给你们说，我开直播是因为我手机开直播就会发烫嘛，然后我就拿那个手机那个温度取暖的，到好久了，大概差不多3:30到的吧，3:30，然后到现在反正玩挺久，我已经冷麻了，我的手已经用不了了，然后手机也快。没有电了，拍照拍的快没电了。戴了，我不但戴手套，你看我戴两个手套，好吧，就一个里面的一个滑雪手套，还是很冷。
因为我在里面玩雪，就是让给大家看看，然后头上也全是雪，都湿了，湿透了，脚也好冷，这路还好难走，滑死了，但好好看啊，真的，给大家看看。给大家看看，是不是挺不错的？啊，一开始不冷的，一开始不冷的，然后，现在非常冷。现在主要是那个玩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手很冷，脚也很冷。但是你好想爬。哎，不带了，起不来。你来看看，超级美，超级美。我来一下我的镜头，是不是？有点乱了，但没有关系，反正好吧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走吧。手机一点都不烫，完全烫不起来，这手机冷得跟个冰块一样。今天我喂鸽子了，我今天看到有好多鸽子，然后我喂鸽子了，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你们看。衣服没有湿，它根本湿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衣服根本湿不了，那个。就是它在上面是结冰的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东西，你看这个雪在我头发上面，它都不会化，你知道多冷吧？这头发它根本它就粘在上面就不会湿，它们因为它们不接触暖的东西，它就不会湿。我一会儿发给大家看，好吧？我一会儿发给大家看，我还拍了非常好看的视频，我等会儿发给你们看。回去了，晚点再说吧，受不了，我的手要断了。现在零下十几度吧，应该零下十三五度吧。我在新疆，走吧，拜拜，一会儿再说吧，拜拜，回去再说吧，手冷死了。